记得过桥以后会要右转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加油！预备。先骑去吧。哇，因为有你在身旁的。你先骑去。没关系啊。做客气，来，邀请你，请你请，嘿嘿。小飞机，对啊，照理想，哎呦，也叫他们小心。好好，有。蛮严重的，真的，嗯，整个转一圈，全身擦伤，然后嘴巴破掉，嗯，一堆红队的那边，其他人就对了，啊，好，小心起。注意安全哦！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加油！请你们一点，不要并排，不要并排。哦，超快耶！哦，我没有踩了。唯一可以加速就只有这一段，这段算平面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斜坡就要大家就要小心喽。风景很漂亮。这里，这里。然后呢？什么？蛇的图腾。蛇的图腾。就是 B B B， 注意危险！恭喜答对。传统卢海族的荡秋千活动在何时举行 ？A 婚礼 ，B 迎接贵宾 ，C 狩猎庆功。答案是，恭喜答对。就一起，就一起。哦哦，有点不太敢骑快，但是不骑快又不行。我不能被他影响。Oh my god！ 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加油！我突然在骑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想着跟鬼哥一起骑车的感觉，我有他的力量了，走了。选一题，然后拿起来。选择一题，你决定会的。这题好，来拿起来给镜头看。嗯，我觉得应该是小美之乡。恭喜答错，我们继续选一题，再去。慢慢来，注意安全。停停，好好。加加加！镜头打破。我跟你讲，冰淇淋男孩这不是重点，
我可以变成冰淇淋男孩，但不能输。的雄鹰 C，D 展翅的雄鹰来，哪一种疾病的人不建议食用红梨 ？A 肝硬化 ，B 肾脏病 ，C 大肠。B 肾脏病。恭喜黄队获胜。耶！请宪哥乖乖，宪哥，宪哥慢慢来。Yeah，well done，good job，good job，good job。哎呀呀呀，受伤，三哥辛苦了，但你们的努力我都看到了。宪哥 ，OK， 还好吗？投进的对手，好不好？抱一下，真的。欢迎一下。我们身为一个艺人呢，就是因为有福报，真的可以为观众服务，就是我们的福气。好，第二，对，受一点小伤算什么？所以你是说，因为这样，干脆两队平手的？哎呀，谢谢宪哥，谢谢。哎呀，哎，我在旁边看你们这样一个一个回来，然后慢慢去过关。眼泪已经快要流到这边来了，真的哦。You're the best, so good, so good, yeah, yeah.